夜深了，外面刮风下雨，我窝在自己的蜗居里，我的现在房间不大，只有10个平方，但是是个给我一隅可以遮风避雨的空间。一个人在美国打拼虽然很艰难，但是我情怀未能改变，我保留着从国内的生活习惯。空闲的时候弹弹琴，听听音乐，看书写字。圣诞节就要到了。Happy Christmas, Merry Christmas.